振兴福建中心，350多位小朋友今天以热烈听鼓舞的心情，热烈地期待着蒋夫人的莅临，和他们共度一个愉快的接待佳节。现在蒋夫人已经莅临，全体小朋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夫人的莅临。现在小朋友要向蒋夫人呈上接待礼物。微笑着接受他们这一份神圣的礼物。蒋夫人今天是由行政院长蒋经国李夫人陪同参加这个联欢会，他们非常高兴地进行小朋友的表演节目。夫人看着小朋友精彩的表演，似乎对院里面的细心的照顾有了诚意，表示非常的欣慰。他脸上带着笑容，